在主日的清晨问候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来参加燕氏基督教会网络崇拜。下面我们请听教会的几点报告，报告已经在屏幕上，请大家留意。现在我们请大家预备好我们的心，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。今天早上的宣召记载在诗篇第95篇第6到第7节，圣经如此说：来呀，我们要屈身敬拜，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，因为他是我们的神，我们是他草场的羊，是他手下的民，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在主日的清晨，我们跟弟兄姊妹一起聚集在你的殿中，一起来敬拜你。我知道你的殿就在我们的心里，我们这个时候已经预备好要来敬拜你。求主你这个时候临格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心中，让我们的心中尊主为大，让我们的心中有主而喜乐。我们知道主你是我们的福分，主你是我们杯中的喜乐。我们感谢你，祝福我们下面在一起敬拜你的时间，听我们在你面前同心合意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，阿们。我们现在要来唱几首诗歌，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。站在大海边，才发现自己是多渺小，登上最高山，才发现天有多高。浩瀚的宇宙中，我真的微不足道，像灰尘消失也没人知道。夜空的星星仿佛在对着我微微笑，轻声告诉我一切他都看见了，挣扎所有软弱和跌倒将成为主恩典。
登上最高山，才发现天有多高。浩瀚的宇宙中，消失也没人知道。夜空的星星仿佛在对着我微微笑，轻声告诉我，一切他都看见了。我所有挣扎，所有软弱和跌倒，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。当我呼求，耶稣听见我的祷告，千万人中他心关心我的需要。走过的路有欢笑，有泪水都流下带领你前途。
创造，生命气息，生命气息，是他应许照顾自己，照顾自己，谁造万物各安其事，耐心等待必要还。Bye.
我们开始以前，我们三个来接做一个开始的祈祷。我们的天父，感谢你，你是宇宙创造者、掌管者，我们所教导的，在边度我们临到的时阵，有你跟我们同在，你是生命的源头，你是生命的保障，我们凭着信心完全交予主，求祂随过我们，随过临到我们的家来的人，临到我们主内的弟兄姊妹，临到我们所挂念的同胞骨肉，带着安全平安健康。主啊，今仔日你的仆人要起来奉养你的话语，求主的灵跟我们同在，充满我们，来聆听你的信息，通明白主的道理，甲来行你的道。基督是奉主耶稣圣名求，阿门。新冠病毒亲像暴风雨一般的，就清洗了全世界，打乱了咱的脚步甲咱的生活，影响了咱的心情。咱伫厝内隔离，直到现在已经有180多日了，这是将来无有的折磨。真侪婚礼、毕业典礼，都无像以前一样的欢呼、喜乐的庆祝。工作甲生活也都改变了，所以这即场的病毒真的影响改变咱的生活，改变咱的身份甲地位。大家正要读书，医护人员正要监视，先生正要主播。家中正了值班主任，囡仔摕出个平板的电脑，伫房间受教，家庭出现空前的和解、良好的局面。老公规日伫厝内陪老婆，老婆也规日伫厝内也陪老公，这亲像夫妻第二摆道别过节，好浪漫的。新冠病毒伫全东南亚的国家，菲律宾是占地位，近来加速的扩散，每日确诊的新增加的病人是伫2000人以上，确实的予人真担忧。咱要大大为这项代志来祈祷，咱凭着信心完全交予神，因为神是咱的方舟，伊伫遐会保护咱的生命。和喜乐带给我们心里的挂虑。今天我们圣经才是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四节，你们就靠主常常喜乐，我又说你们就喜乐。基督教的人生是一个喜乐的人生，有人说信仰是喜乐，那么天堂有什么意义呢？保罗也提醒人要靠主喜乐。当保罗讲这句话的时阵，伊唔是伫一个顺利的环境内面。腓立比书信是一个监狱的书信。换一句话讲，保罗是伫监狱来写这个书信的。可见，对一个基督徒来讲，有一项代志是真重要的，就是无论你的环境怎样。你需要在每日生活当中保持一个喜乐的心态。咱要怎样保持在主内面的喜乐呢？当然，有人想说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换一个环境就好了。但事实的讲，生活当中有真多代志，不是换一个环境很简单的。你换一个环境，常常只换来无同的问题而已。生命中的喜乐，其实是需要在生活当中操练去学习的。保罗在这讲喜乐，不是一个感觉，伊所讲的喜乐是一个瓦靠神来得到这种喜乐。咱要怎样通瓦靠神得到这种喜乐呢？要以四方面来甲大家来分享。第一，一定要所信神的恩典。因为这感恩的心会让我们的心开阔，那不然很多时候在我们很无缘的生活当中，我们的眼睛看起来只是牙变牙越碎，在无缘的生活中，你的眼睛所看的只是眼前的成功和失败，却束缚了人的一生。
这个生命是比目前的成功甲失败更加宽阔的。所以无论现在你的环境是怎样，你一定要学习来修身心的稳定。要怎样修身发愿？两方面，第一，要回头算。什么公司回头算呢？你的修身，过去在你生命当中神所赐你一切恩典，为什么叫所生的恩典呢？因为你若无所生，你就会忘记的神的恩典，这也是神的期待。有一摆，耶稣医治了十个生太过的人，只有偌济人来感恩伊，只有一个念耶稣也是去惊着，再有只有一个外来，我搞的去到了伊。那你我常常就是这个教会其中的一个事实中，今天如果你无所信神的恩典，你就会流落去别人的唔对；你若无所信恩典，你就会所信别人对不起你的所在。你若所信，你心内就硬可惜，心内个硬埋怨，所以你若无愿意心中可惜甲埋怨的话，你一定就来所生神的恩典，神赐予你一切恩典。你可能你会讲，所生这有什么好所生的呢？这一切难道都无是理所当然呢？我所开的是我所赚的，我所享受的是我流过钱换来。但如果你详细来想，请问你，这代志真是你想象的理所当然吗？那不是神的恩典和怜悯，你根本就不肯修改一切，拥有这一切。神在你心中的恩典是超乎你所想所求的。人真的应当为神所赐咱的一切恩典来献上感恩，不但为了献上赐咱个人的恩典来感谢，咱个员工为咱个家庭献上感谢，要为咱个父母来感谢神，员工为教会来献上感谢，神予咱个这个好个教会来感谢，予咱这个好个屏幕者同工甲弟兄姊妹来感谢，神予咱来头同心合意，伫人生个旅程当中安全奔跑。虽然咱都不完全的，所以有人讲，如果今下日你真要找到一间完全的教会，当你走入去的，就却变得不完全，因为你是不完全，咱无一个是完全的。正是因为咱都是不完全，咱更加应该爱为这个属灵的家庭来感谢神，神家不是完全的人，你的家不是，我的家也不是，只因为我们不是完全，我们可以在这个来三合来认白神，来敬仰神，可以在这来彼此扶持，彼此勉励，让我们的生命从三合来成长。我们回头算，能够看见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在我们的过去当中所获咱一切恩典。第二，要恩罪弥赦。什么叫做恩罪弥赦呢？就是你来思想，咱也有偌济日子为神而活。有人讲，神所获咱的恩典都是额来额丰富的，只有一项大事是额来额少，那是什么呢？时间。年轻的时阵，你未感觉到。年纪越来越大，你就开始想到，我也有偌济日子通为主而活呢？你也无一定着等到年纪真大了，真侪时阵你个病痛来个时阵，你要开始想到同样个问题，我也有偌济日子。今仔日如果你真个知影，你对上个日子有限，我跟你讲，你忽然间你个价值观通通会改变。当你知影你日子无做的时阵，忽然间感觉这一切都无重要了。
香港有一家雜誌叫做突破的雜誌的創辦人叫做蘇恩佩姊妹，伊是一個基督徒，在真年輕的時陣，伊就得到毒瘤。當醫生爺伊有毒瘤的時陣，伊說出一句真非常出名的話，伊講這在接下來的時間內，我無要和任何的時間無有意義的流去。这是一对时间一种特别的看法和观念，是接下来的时间。这种时间的观念帮助伊在以后的每一个日子，各一摆也存留的日子，通拍拼侍奉主的动力。我就想到弟兄们，恁今仔日你我的时间，无都是接下来的吗？你以为你拥有的生命吗？咱并不是真正拥有咱的生命，因为无一个人会知影咱明仔日会怎样。无论你是年轻，无论你是年老的，无论你有无有病痛，咱中间无一个人会知影明仔日会怎样。如果咱真的明白咱的生命是这样的短暂，咱起步应该来思想这主啊，我应该怎样为主而活？往前看也有偌济日子，难道无应该好好为主而活吗？这是为什么咱叫所生的原因？诗篇九十篇十二节讲：求你指教阮怎样所生家己的日子，何阮得着智慧的心。这个是太重要，特别是现在进入一个充满复杂、哪来哪变复杂的社会里面。咱的目的其实不是咱无有选，以前的时阵，无太多的选择。今仔日伫这个时代，咱的目的不是无有选择。我认为你是太多的选择了，咱却无一个智慧来做正确的选择。智慧为倒落来呢？这是对神而来的。圣经讲，敬畏耶和华是开智慧的开端，所以。咱来搜寻神的恩典，你要来搜寻神和你的日子，你就可得到智慧的心。所以第一，咱一定要来搜寻神的恩典。第二点呢，咱要肯定自我，咱要学习怎样通在生活当中有喜乐。今仔日我发现有真侪人无快乐，因为因无认不到神所创造伊家己的最好是何等的宝贵，真侪一世人是要欣赏做别人的，你知影无？伫事实顶，神所创造每一个人是非常无同的，每一个人都是特别的，所以咱无需要去欣赏别人，因为你毋是伊，伊也毋是你，你知影？在他的地位上不会快乐，他在他的地位上也不会满足。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认白神所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很特别的。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发挥神所创造每一个人无同的功能。一个人的成功不在乎他多少钱，一个人的成功也不是因为他的地位有多高，一个人的成功乃是看伊是毋是通活出神所创造伊的最好的。当一个人有这种的正确的观念的时阵，伊就不会落伫迄种永远甲人比较的心态里面。我就发现这种甲人比较的心态是非常严重。伫夫妻冤家的时阵，你就会听见讲一个丈夫。讲，你看看，人家的太太，我有才情啊，啊，也要还家，也伫遐，也要做因丈夫的助手。你呢，什么都未晓，饭汤，因牵手听了后，唔甘愿认输的。伊讲，你免讲，你看看人家老公怎样呢？伊会做生意，伊往卖厝，现在佫买新车。你的是一个没出息，就是没出头的日子，你也是饭汤。
夫妻有时更加严重的在那里彼此说，丈夫说，妻子啊，我们结婚十一二十年中间，你就该要照顾你的身躯嘛，你看你的身躯向这边向那边直直看嘛，已经增加了两三倍了。我明白生理无什么多为着大只，但是你就会要顾个性命，因为我是惊伊会有三高。三高是啥物呢？糖尿病、胆固醇高、要高血压。你安尼就家己，你看看，别人的邻邻太太怎样？伊会要伫遐照顾身躯，伊三十岁、四十岁看起来真少年，咱二三十岁。你就要照顾你身躯，那无啊，你会拍拍你身躯吧？了，你牵手听，自然几百无欢喜咩？伊就对伊丈夫讲说：“你们看我，这碗丰丰盛丰富的，这是丰满的，这是你怎样？我这是叫做一个财富，因为我是大福气给你的，你安塞在贪有食的。”你就知影说，伊虽然年纪太太，我也要过辛辛苦。你咱中国有一句话，红颜薄命，我呢伫遮是大福气好你个。而且你也莫嫌我，你家己看你家己，年纪高滴遐，再逐日真注重运动，练健美，徛脚动，伊身躯皆是有肌肉。你诶，你连一块肉都无，你就规身皆是白骨。假使上帝若要让我摆，让我搁一摆伫遐创造人诶，创造一个配合一个女诶时阵，为你诶，为白骨抽一条诶时阵，你规个人煞裂落去咯。所以你就家己会晓，家己检讨你家己嘛。即只比来比去诶，结果是啥物呢？中国话有一句话说。人比人会气死人，所以千万唔好甲人比较。你已经去学习夸人，神所创造的你。因为我跟你讲，有一日你要徛伫神的面头前，你一定伫遐会问你讲，你为什么无好好去做我创造你的呢？当然，我的意思唔是叫你去消极，无进步的心。在充满竞争的社会当中，咱要怎样无进步？咱是要比较的，但咱比较的对象不是甲别人，咱比较的对象是家己来比较。咱不断要甲咱自己的家己来比较，我是唔是比自己更加成熟的人？比自己更加好的一个基督徒吗？比自己更加明白神，更加亲近神。这个肯定自我的人，一定在他的生活当中有进步，他会按照他自己的地位和角色，他不会受别人的影响，这种人是很快乐的人。第三点呢，要学习付出给别人，因为今天神给我们的生命是神的生命，是一个活水的生命，活水需要不断的涌流出去的，你为着每一个只求上帝帮助，求上帝饶恕，你却永远无去帮助别人，无去原谅别人。今仔日，你如果经历主所应允满足喜乐的人生，你一定要学习付出给人，去学习向别人分享主的疼，去分享主的恩典，你就会有主的喜乐。以色列有两个内陆海，一个是加利利海，一个是死海。其实这两个内陆海的源头都是一样的。约旦河对岸这个所在开始流去，流了到开始流到加利利海当中，然后对加利利海流到死海，这两个海头都是一样的。但这两个海在什么所在无同呢？加利利海是一个充满生命的海，
充满细菌的所在，无任何离婚的所在。死海呢是什么款呢？死海确实一个无有细菌的所在，无任何生物抗生存的所在。啊，奇怪，同一个源头，就是对约旦河流落来，为什么至今都无生呢？因为加利利海是一个活的海，有进有出。可是死海呢是一个封闭的海，水只能进却无出，结果呢，搁咸变作搁咸搁臭。弟兄姊妹，竟然你的生命是亲像什么呢？是亲像加利利海充满活力，还是亲像死海咸搁臭？如果竟然你的生活里面生命充满了苦涩甲怨恨的话，我跟你讲，你要赢过你心中的苦涩，最好的方法就是你要走出自我封闭的心灵的世界，你去实际去帮助在你身边周围需要的灵魂，走出你自己心灵的世界，去付出何怀需要的灵魂。为什么圣经讲施比受更有福呢？要怎样更加有福呢？不是这个才是福，叫做福吗？我会想到在我们顶个月学堂的一个幼师先生发生到这个，他是叫做林佩老师。他发生的时候在网顶报出来，他真需要在那人的帮助，因为他是自己属于一个普通的家庭。所以当我们看见这条台子的时候，我们就开始调动学堂的董事会和教会来三个来斗三工。这个斗三工，虽然数目不是说真高，只是咱为个心来斗三工。因爸母受到那笔款的时阵，非常的感激。我就想到《哥林多第九章第七节》讲，各人要随人照着内心所定做的，唔通追人，啊唔通勉强，因为关系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。因为咱按个做下，咱往荣神益人，意思是讲说，咱往荣耀上帝，咱底下要帮助人，咱做人唔通只小入唔小出，就是钱通入来，但是咱钱退不进。什么时阵，当你看见你所付出给别人的，通带给别人生命的改变，通带给这社区的改变，我跟你讲，那种的喜乐才是真正语言无法形容的喜乐。这就亲像你带领这个人信了主，当他受洗的，我请问你，谁是最快乐呢？就是你。甚至比起自己受罪的更加快乐。你看见你带伊信了耶稣，伊受洗归主，你看见你所付出的代价，看见安尼的修行的时阵，我跟你讲，迄种的喜乐是无法形容的喜乐。所以咱看见你要经历丰盛生命的秘诀，其实唔是得到更加多，是更加好呢。客气观念，就是我得到。其实你看见得到的，并未带乎你喜乐，反倒在你付出给别人的时阵，你就看见修行的喜乐是你无法能形容的。只有一个人，那知影付出给别人，才会在生命当中得到享受真正的满足和喜乐。第四点。你就选择喜乐，保罗说：“恁就靠主喜乐。”其实这是一个命令的句，可见的，咱可以选择喜乐，选择靠主来喜乐。代表的诗篇103篇第一节：“我的心啊，恁就俄罗亚和华，凡在我内面的，也要称颂伊的圣名。”当代表面对一种真困难的环境的时阵，当代表。面对伊心中充满负面消极思想的时阵，伊无听伊心内向伊讲话，反倒向伊心讲说：“我的心啊，
你叫俄罗亚话放在我里面的，请问什么是在放在大笔里面的心呢？就是他心里一切苦毒万分埋怨环境在里面，就身体里面一切负情绪的思想，他没有听他的心在向他埋怨他，反倒他向他的心来说，因为新的缘故喜乐快乐起来，选择用恶路代替他心中的忧闷和一切苦涩，代笔苦诸喜乐。当一个人心中开始有喜乐的时候，他就很容易看到心摆在他面前的机会。所以我说，你的心一通，路就通；你的路不通，因为你的心不通。什么时候心一通啊？看见心就为你开路在你面头前。所以今天当你里面有一些负面的情绪，有负面的思想的时候，你一定要记得不能将这些本事接在你的心里，你已经就打开你的心来到心的面前，你要向你的心来说，你一定要选择喜乐代替一切忧闷在你的心里，你要选择苦主或苦主，你就得到真实的喜乐。所以无论如何，你需要学习在心的面头前每一个所生心的稳定，所生在那思想，在你生命当中，在你生家庭当中，在教会当中，一切稳定来思想到神所予你的日子，求主予你智慧的心，怎样应该为主而活，求主开我们的目睭，看见神所创造我们的是何等的美好的，也无需要跟人比较，求主赐我们智慧的心，画出最好的你，进入到施比受更加有福，不通跪在到暗暝，只是滴滴滴学习何人。实际上你硬硬做好神，神就乐意做好你，选择喜乐，无论内心对怎样的一种的思想、负面的情绪的阻止，选择喜乐，向你的心喜乐起来。当你的心一通，路就通，你就看外国主得到真实的心。圣经讲，外国耶和华所得的喜乐，就会成做你生命的力量。将来阿头做一个结束的祈祷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搁一摆来到你面头前，献上我的感谢，想到你伫个生命当中一切恩典。今仔你讲徛伫你面前，真个是因为你的恩典了后，思想到你伫阮心中所做的一切，阮搁一摆献上感恩祭。你予阮伫每日个生活当中选择喜乐，靠你通得到的喜乐，会成做阮生活的力量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圣名求，阿门。
喜乐，向主高歌，无论环境如何，高山或低谷，主都看顾，相信就能蒙福。常常祷告，耐心等候，主做事有意识，流泪撒种地，欢呼收割，相信就有喜乐。放下一切重担，来到主的面前，我喜乐满怀。冰冷的心被主爱来温暖，干渴的灵被主爱充满。主是我的力量，主是我的高台，赐以有故里。亲爱的朋友、弟兄姊妹，为了回应今天早上的信息，我想借此机会邀请你一起来回应上帝对你和我无限的爱。首先，除非基督的救赎能力在我们生命中动工，否则我们将永远无法明白他的爱和恩典。圣经中告诉我们，我们人人都犯了罪，无论我们做什么都无法讨神的喜悦，所以人永远无法自己救自己，但神已经为我们完成了一切。一个人如何可以得救呢？只有单单的信靠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一切，借着相信他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得到与神同在的盼望，直到永远。如果你希望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，今天就接受他的爱和赦免，接受永恒救恩的礼物。你可以跟我做以下个人的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在你面前承认我是个罪人，今天我向你承认我的罪，并祈求你的宽恕，用你的宝血洁净我的生命。我相信你是永生神的儿子，我相信你被钉十字架，你第三天从死里复活，你现在坐在天父的右边。我将我的生命交给你，我祈求你今天来住在我心灵的深处，成为我生命的主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，阿们。如果你已经做了以上的祷告，请方便请联系屏幕上的教会的联络电话号码，这样呢，我们可以方便我们跟进你，帮助你开始与基督有新的生命的旅程。谢谢，上帝祝福你。
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，常与你们众人同在，从今直到永远。阿门。